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都不见。我们流沙聚散，回首着。 判断的落单，数不尽青山，豪杰铸红尘。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你是指那个名为兀鹫的杀手？我指的是断发三郎中剩下的那个。他准备好回答问题了。开始吧。赤眉天泽的三个手下分别控制了东西南三个入口：百毒王、燕灵姬、无双鬼。天泽本人和驱尸魔不见踪影。 唉，四个大门，却只守了三个入口，这算是一种邀请吗？对手特意展现最难攻破的地方，往往是实际最虚弱的位置。乖一点儿，别乱动哦。 既然魏庄兄和墨鸦已经出手，救出太子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嗯，没酒了。嗯，去。唉，子房，我去喝酒了。 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张公子，事关太子殿下安危，九公子是否有些拖大了？千长兄，我们这位九公子屡破奇案的诀窍，就是必须有美酒迎尊。唉，看来九公子果然是名副其实。韩兄，留意这些士兵。 不太对。御前禁卫军，禁军何在？我有点明白，他们想交换的筹码了。姬无夜已经把王宫的禁卫军也调动过来了。 如果这是天泽想要的，那王宫的处境就微妙了。能够挡住沙池的进攻，这样的铜镜铁骨滚！哼！同样的部位承受成百上千次的撞击，即便是铜墙铁壁也会分崩离析。 鬼谷传人面对敌人也会下不了手，哼！你的膝盖骨已经脱臼，再无可能胜我。你很忠心，但在选择主人上不够聪明。 太子殿下，是不是看到很多蛇？因为你踏进这扇大门时就已经中毒了。驱鬼噬心。 告诉我，我要的东西具体在哪里？有意，火。龙气修。左司马刘毅，他是当年韩国入侵百越的主将之一。哼，郑国贵兵借到没有讨还的血债，这一次一起清算。 走吧。父王说是百越在都城内作乱，外面不安全，又把我关在宫里，真没意思。不知道哥哥现在在做什么？好快的身法！是冷宫的方向。不是说让我陪你来喝酒吗？喝酒只是幌子，醉翁之意从来就不是酒。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牵挂风和。 是一少年，你弹响进心窝的笔尖。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难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年。红叶时期被谁都去消散残雪，画风染。 手百卷，你身后风转一夜，光烛间四周告别，莫为间做了一层层凋谢。我浪好灰烬成缘，云不回爱的瞬间，落叶卷是一样画风浓烈。比肩。它的光芒，甚至让大周的天子都黯然失色。很多人好奇，当年它快速崛起，成为霸主的力量来源是什么？